年只有16岁，也是创下纪录。好，比赛开始，看双方的相持。对这一等一的高手，今天他势必要加强这个搏杀。好球！漂亮！调打，漂亮，勾手发球，顶了一板，正手失误。现在樊振东、许昕、王楚钦都在八强的行列。奥运会，对攻很精彩，漂亮。11-6，樊振东争取当年的双打的实力更强。好球，看看，哎呦，这是个机会。漂亮。哎，擦网之后勾手发球，连续两个勾手发球得分，一场好的，11-8。漂亮，一直就是我冲死你，就是这种力量，没错，就是这种力量，这样的球，不错，防的还可以，反拉，好的，战术给他艺术化，说的这个设计感，包括球风更细腻的话呢，可知道，你看现在，两边调动，好的，非常棒，继续逆旋转，就被动了。漂亮，好球，迅速的投入比赛，漂亮，11-8，樊振东现在这个逆旋转漂亮，哇，你的发长球了，看这个球在加力，继续放高球，很耐心，还有再加力，不错，但是我们看到于子阳，
年轻选手还是同时代的选手来讲啊，都是像一座大山一样。好球啊！这个球落点。11-6。漂亮。心服口服。漂亮。哦，这个球大家看到，这个每一场球就是运动员赛的时候，你不可能都穿红色，一定要就是把这个队服的颜色一定要区分开来。所以这一点呢，这个我们的连续侧身还是中路。还是逆旋转。哇，对，哦，哇，就肯定是有偏差或者容易失误。好球啊！好的，漂亮。好球，继续发逆旋转，连续正手攻，这样于子阳最终是下网。本来这局于子阳一度是拿到了2个局点。